大海又潮退了，带上我的小夹子去赶海。快看啊，这边有小沫沫，嘿嘿，来了一个小海兔。我的个天哪，这厉害了啊，这么大的海兔，晶莹剔透，会变颜色啊，我都不敢用手拿它，这个东西会咬人的啊。哇，这么好看，我的天哪，吓我一跳。变个颜色来。哇塞，哇，跑得好快，收了它，拿回家烫一下啊，收。看着没，发现一个好东西啊，来了个大对虾。哇塞，这虾有点不大好抓。哇，原来是个虾妈妈。哇，好漂亮，好多的虾宝宝啊。这个咱见抓着了以后，反手就得必须把它给放生啊。这是大海啊。哎，走吧，马上直播喽。